嗨，在生活中有很多小事情，在发生的那一瞬间，你的心中会有一丝丝碎碎念飘过，内心的心理活动，来看看你是不是也这样。首先，一个全部人都做过的白日梦。如果全中国每人给我一块钱，只要一块钱，那我不就成了亿万富翁？一毛钱也行。哇，这么白，我现在就去找我室友试一下。哎，你可不啊？对了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借100块钱来用用。左眼跳财，右眼跳财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财。啊！左眼跳财，右眼跳财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财。我这时候到底应该干嘛呀？应该跟着一起唱吗？太傻了吧。讲到这件事情，我每次都发现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在唱生日歌的时候，唱到第三句的生日快乐那个声的时候，因为音太高，每次不是跑调就是唱不上去。如果一定要唱的话，那就只能破音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们每次在看我视频的时候，每次到了视频的结尾，你们内心都会有个碎碎念。他不会要卖广告了吧？哈哈，拜拜。忘了件事情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面吧，拜拜。